好吃吗，芬芬？吃挺饱。头款晚会，我老公送的。看一下我的穿搭。1400。好几杯酒，好，这下用纸好不好？还行，挺凉快的。两年都没有做过那个皮肤护理了，预约了，然后去做一下皮肤护理，做了一个半小时，做了一个面部，然后做了一个眼部的。做完以后，感觉这皮肤真的是提亮了很多。做完这个脸部护理，真的是油光锃亮的。补充水分，这疫情到现在真的两年没有做过了，这做完了以后，这个皮肤真的这个状况真的是不一样啊。盘子放过去吧，把你的盘子放在前面，吃吧。哎呀，姐姐，你的这个。旧金山的天气，白天还很热，晚上又开始冷。白天穿短袖，晚上穿棉袄。然后对呀、啊，我们来吃泰国餐，然后吃吧，你自己选一个吧。然后我们现在晚上不想做饭了，然后过来吃。把你的盘子，接你的盘子吃，呗，把你那个东西放在兜里头。可以吗？可以。可以，等一下妈你照了，你去拿。蘸那个酱，蘸那个花生酱。要呗。对。你试，你 try it， 你没试你怎么知道呢？辣不辣？不辣。好不好吃，呗。No。Try it first. 对，什么东西都试一下，好吃就吃，不好吃不吃。要你不试的话，你就 miss 了。Yeah. 如果你想喜欢吃东西，你没吃，你不是错过了吗？啊哈。Don't knock it till you try it. I like it. 饿了，好吃吗，芬芬？好吃，姐姐好吃吗，姐姐？妈妈 ，I think I will really like it. 喜欢我的这个啊？我知道这是什么 pad thai。spicy 呗，一点点，应该不是辣的，但是它这个上面写的有一点点辣，那你可以试一下。我可以试一下。可以，都可以。好了，我们吃吧。吃饱了，去拿车了，走了。哎呀，吃挺饱。买的泡芙，回家吃泡芙。哎，又来火车了。我往前走就看到了。那刚才是 false alarm。你这是 false alarm？ 那刚才是 false alarm。你说的是吗？I heard it. It closed and then opened again.现在去上班，那个今天化了一个妆，因为今天晚上是我们家两个小朋友学校头款晚会，所以就要穿，就是要打扮一下，然后就化了一个妆。我平时上班都不化妆的，然后今天就化了一下。然后那个我老公送我，因为有点晚了，然后下班的话再过来接我，我们就直接走了，就这样。我现在已经下班了，然后在等我老公，他现在过来接我，然后接完我们就可以去那个学校的，叫什么慈善晚会。看一下我的穿搭，是这样子。诶，我现在是在那个我们学校的那个慈善晚会。1400，1400，1400美金是那个全班小朋友做的那个手工，然后大家家长，对，就是每个班的家长，然后去那个下注，看谁注高得折，1400美金，哇。Don't be nervous, representative. How much? 500. Alright, she wants to raise $500 out of this. Here you go. Who's going to give me $100? $100, who's going to be 200? $200 going to be 2, 200, 200. $200 going to be 2, 200, 200. 200, got it, 300. 300, got it, 400. Whoa! $400, $400.Whoa! We're like partying over here.
Yes! 1708. Hey, push up over there. 1708. 1988. Yes! 1988. 2088. Yes! 2188. What's the difference? Yes! 去参加那个慈善拍卖会嘛，喝了好几杯酒，就早上起来有点宿醉，但是我老公今天上午要上下班，所以我要带孩子去，我们家姐姐今天有那个体操课，所以没办法，她要上体操课啊，就要起床带她去体操课。Morning。你。赶紧吃呀，菲菲怎么啦？啊？怎么哭哭了呢？那小雪怎么哭哭了呢？因为我说他的 yogurt on her mouth on her sleeve。啊，他用那个袖子擦脸了。嗯，对呀、啊，菲菲，擦嘴擦嘴，对呀、啊，很脏的菲菲，我们有纸巾吗？好不好？哎呦，哭了哈！吃我们吃东西不要哭，吃完再哭好不好？妈看看来，妈妈看看 ，It's okay。说你一下吗？你下次知道就好了吗？对不对？妈妈看看，哎 ，It's okay。哦，嗯，好了，嗯，吃吧。吃东西时候不要哭，知道吗？啊，嗯，你好，这下次用纸好不好？要不你看穿这衣服这么白，这是不是都脏脏了？你干嘛？是不是脏脏了？嗯，下次我们用纸好不好？嗯，好吃吧，来。哎呀，姐姐赶紧吃，吃完我们去体操课哈。哎呀，好困呐，你都吃上了。吃完后我回家还要再睡一觉，因为我太困了，头好痛啊。这幅画就是我们昨天我竞标得到的，我用那个还挺好的$1,288，中标了。这个是他们班小朋友自己每个小朋友自己用手做的心，然后做的这个是和平鸽，我觉得还蛮有意义的。嗯，挺开心的，我们家妹妹好开心，姐姐有点失望，因为他们班的那个我没有竞选，没有竞选到，明年，对，明年。啊，刚睡醒，都已经3点多了，啊，我的天哪！啊，3点多！哎呀，我这头发，我送完姐姐去那个叫什么，那个体操嘛，回来又睡一觉，因为我头痛，睡了有3个多小时，现在起来，哎呀，头好了，没那么痛了。一天也没吃饭，我好饿呀！忽然很想吃那个烤猪扒，那个叫 ribs，
然后欧克勒有一间挺好吃的，所以我跟爸爸讲，爸爸，我们去欧克勒买那个 ribs 吃吧。OK。我好饿呀，走吧。你们干嘛呢？我们走吧，太饿了。去买吃的。买了，今天买了三个，因为头有点痛，还有点宿醉，所以我也喝一个，爸爸喝一个，然后姐姐妹妹分一个。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去买那个猪扒啊，不对，买那个 ribs。进来 Oakland 这边，你必须要喝一个这个啊，叫的这个 chili，thank you。chili 的话，吃完这个我觉得是治 hangover 的。嗯。然后我们叫了一个 one slab， 这个 ribs。嗯。Cornbread，yep。好了，可以吃了。平时很多时候来他家都卖没了这个 chili。非常畅销，今天有，那就赶紧，我和爸爸一人一碗，有点辣，所以小朋友不能吃，尝尝啊，嗯，好吃，不好吃，不要做好吃，你吃下去，爸爸不给吃了啊，说好了，我们坐在外面，室外的，还行啊，挺凉快的，他爸吃啊 ，My dad, you can I put it over here?不要放了，你放在边上就好了。那个我是一会儿拿酱的。怎么啦 ？Spicy。哪个 spicy 啊 ？Your mac and cheese. Then give it all to me. 姐姐能吃。Daddy? 我的 chili。干嘛哟？过桥回旧金山，好塞车呀！高楼大厦，看到夕阳，夕阳西下。回到家了，穿完回到家啦，然后换完衣服啦，准备小朋友今天看什么呀 ？Rainbow Rangers movie night 是不是？你要看什么 ？Rainbow Rangers。Okay. Just one slide. 你选的啊。And can we play now? 然后你会弄吗？还是妈妈帮你弄？你自己弄啊。Freya, can you make it louder? Yeah. Freya, just make it louder. It's okay. I know how to make it louder.声音大不大？小吵不吵啊？哦，哎呀妈呀！我九点多了，刚起床。来看孩子们在干嘛呢？带来的这个这幅画。嗨，你们干嘛呢？还在这屋里地整的？哎呀，我要先去按摩。过来做按摩。今天晚上我们吃火锅，这豆腐泡。这买的这羊肉没吃羊肉呢还，今天买的鱼环，这鱼环一般孩子们不是太爱吃，有点腥。这个麻辣火锅，宁记麻辣火锅，然后一个是药膳锅，怎么了？妈妈，你也觉得也是腥啊？对，我也觉得有点腥，吃别的吧，别的好吃。